是一只杂尾野狐。他是一个读书人，非常的单纯善良。备，一二三。利农的性格非常贴近于王子敬，这是我们同科赶考之一，非常 nice， 非常上进，很爱说笑，是一个小戏精。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。那这是什么？水母。不是，算是性格很相同，我们都是天秤座。扁担弯弯弯。两个人一起去打游戏，跳一些有的没得的一些神奇的舞蹈。来呀、啊，是大洋。在河滩边。有一场情绪爆发的非常强烈的一场戏，非常大的那种砸下来的雨，去诉说我们藏在内心深处的这一份羁绊。那些情感是属于子敬跟十三的。我们希望你不是我的犯人，因为在我的世界里，你是我最珍惜的朋友。这个情是一个缘分，是会让你感觉注定的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和陈立农友情的关系更加的递进了一步。两个爱情抓牢，非常玩那个斯巴达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是好嘞！你跟他就是脱离不了干系，他就是你的兄弟。不是每一个人这一生有这样子的缘分去交到这样的一个朋友。就像《火影忍者》里鸣人跟佐助，又或者说是《灌篮高手》里头樱木花道和流川枫。我要努力，我可以，我要成为后狐仙。等你考试了，我也为你做点什么。就时光是白十三和王子敬，也是李现和陈立能在90多天的时间里头感受彼此，建立朋友之间的关系。